哎，别播了，别播了，看这是不是人家鱿鱼仔？大哥，你吓我一跳，你别动，我看一下啊。开采即食的，新鲜鱿鱼制作，个儿大饱满。口口拉丝，又香又嫩，肉皮这么厚实，里面还是满满的鱿鱼肉和玉子。一尝就我们家的，怎么了？啊，看着不错，我来二斤。大哥，你这么激动啊？你这样来我直播间吧，这个不光还有惊喜呢。